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看华严三昧，清凉大师疏钞最后一段啊，大师引用还原观一小段的文字啊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我们要把文念一段啊，说还原观是云：广修万恒，趁时成德，普周法界而证菩提，如花有戒舍之用，行有感果之能，今则特示表彰，所以举花为喻也。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啊。本经的经题简称为华严经啊，清凉在解释经题的时候跟我们说，照梵文原文翻译，这个经题应当要翻作这个佛书啊，杂花庄严啊。那么中国人呢喜欢简单啊，他前面有大方广啊，大方广佛啊，杂花庄严经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杂字不要了啊，庄严呢庄字省掉了啊，就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。华严是比喻啊，大方广是讲这一部经的内容啊，这部经讲的什么呢？讲的法界，法界的体没有法子形容，用一个大来形容它。这个大呢，不是大小的大，如果是大小的大了，是相对的，这个大是称赞啊，称赞到了极处啊，找不到再称赞的言辞了，如同中国古人所讲的大义在，有这个意思在啊。我们现在人讲太伟大了，这个不是大小的大，太伟大了啊，是这种赞叹啊。法性啊，法性之体啊，方广啊，是法性的相跟作用啊。那个方是方方面面，无量无边的啊，在讲现象啊。现象虽然不是永恒的，不是真的，体是真的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学的很多了啊，体是真的啊，就像贤首过思用这个精跟气的比喻啊，这个比喻的好，我们容易体会啊，精跟气的比喻，
经比喻体啊，永远不变啊。那相呢，这个现象呢，可以说这个经做成器皿呢，那是无量不变的啊，千千万万种啊，可是体都是经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要在相中认识性呢，问题就解决了啊。在气里面呢，认识经，为什么呢？平等一心一心前了，再没有高下心了，没有一法不平等啊。广是讲作用啊，作用啊也是无量无边啊，用一个广啊，是这个大用无方啊，在用这个字来形容它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解释菩萨广修万恨啊，这个行字念取身啊，取身作为动词用，它不是名词啊。那么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行为啊，行为太多了，用一个万来形容它，就像杂话一样啊。我们起心动念是行为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。一天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，不知道起多少念头啊！啊，没有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啊，可以说有大同小异，没有绝对相同啊。言语、动作、造作啊，一天我们都无法记它的数字，一年、一辈子，又何况还有生生世世啊？这个六道轮回不是假的，是真的 啊。可是我们的行为确实因为迷失了自信，所有的行为啊都跟性德相悖啊，尤其是现代社会啊。古时候好一些，因为有很多圣贤呢教化众生啊，众生呢也都很老实，乐意接受圣贤的教诲啊，能够随顺性德。随顺性德就是底下一句称实称德，实是真实，只有性是真实的啊。那么称性就是称实，就是随顺法性。随顺法性呢，那就叫德。法性是道啊，啊，随顺就成德了，这是我们讲道德啊，那就没有错啊。如果与跟法性相违背，这德就没有了啊。德变成什么？德变成业了，要造业了。你看觉悟的人，给诸位说，阿罗汉以上是觉悟的人，他们真的是广修万恨，称实称德啊。那我们凡夫怎样？凡夫是广造罪业不是承德了，是招来的果报啊，这个完全不一样啊。
啊，这是我们要晓得。你看看，凡夫起心动念，都是自私利，都是损人利己，贪嗔痴慢。啊，那么纵然是善业，因为他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啊，善业了也只能感三善道，啊，恶业呢感三恶道，善业恶业都叫做染业，不清净啊！啊，那什么叫清净？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了，你造的一切善恶业都称实称德，就怪了，哎，非常奇怪，那就是广修完恨啊。由此可知，不能不放下。你看，放下执着，这就是阿罗汉的，一切都不执着了。你做善做恶，没有这个六道的果报啊，你超越六道了啊。那个做恶做善为什么都称实称德呢？他称实，他称信啊，性善性恶，天台杂所讲的啊，性恶不是真的恶，是表演啊。纵然是真的恶，那个恶里面也会给很多人呢带来启示啊，往往从启示当中啊，人领悟到了，觉悟了，那就是好事啊。所以善恶没有定论的啊，完全看是看众生的反应。有善根的人遇到了恶事也是好事，我说看到这个恶报，他心里有警惕了，哎呀，不能造恶，造恶要受这个果报啊。今天早晨啊，美国有个同学打个电话给我，我们十年没见面了啊，他一直住在美国啊，对于这个布什父子两个严厉的批评啊。那么从这里我们能看到美国人民的反战呢，啊，对伊拉克这边去用武啊，铸成了大错啊！啊，两次战争耗费的军费3000亿美金呢。美国人常想啊，哎，如果拿到5000万美金去买伊朗的石油，而不是买这个伊拉克的石油，人家一定是朋友啊，愿意来做这笔生意啊。打仗为什么？还不是为石油啊，让美国的时候牺牲这么多人命，损失这么多的金钱
啊，还惹来全世界的反感。我给他说，布什总统做的也有好处啊，什么好处啊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啊，不敢再打仗了。啊，军事强国有啊，打仗容易，怎么收尾？啊，他打的时候轻而易举，打完之后收不了尾。啊，这个让很多很多，啊，军事大国的时候啊，会有高度的警觉性，这就是好处啊！啊，所以你想想看的时候，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？啊，希望大家受过这次苦难，这世界上再不会有战争。啊，我们要继续努力，要继续把因果报应的道理讲解清楚。国家国运呢，跟一个人的运没有两样啊，一定要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，求不得的啊。那么你要财富，财富从哪来？布施啊，越施越多啊。不知道布施，如果去掠夺，掠夺的时候是把你自己原有的财富、命里有的财富啊，都亏折了。这个道理，古时候东方人都懂啊，所以东方人呢，安分守己。东方的这个历史啊，是和平的历史啊！外国人看到历史，对东方很羡慕啊！啊，东方文人为什么能够长治久安？啊，懂得因果的道理，明了道德。啊，那么西方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，啊，走向于这个高科技，不相信因果了，不相信宗教了，啊，不再听圣贤的教诲了，以为科技是万能，啊，欲望在膨胀，啊，所以。有这个教训，不但对美国人是好处，对全世界具有野心侵略的这些人都有好处啊！所以在佛法里面讲，善恶不二啊！啊，会学的人，佛家讲善学。善学的人没有不得利啊，不会学的人善恶两边他都学不到东西啊，会学的两边都学到啊，这是几千年老祖宗都教给我们，三人行啊必有无私，这三人就是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啊，这叫三人行，其实包括一切大众在内，有善的有恶的，善的呢跟他学，想想我有没有，我要没有跟他学，看到恶的呢想想我有没有，我要有啊要改啊，不能有他那样的不善的果报啊，所以见到人家过失要反省，我要有他的过失，赶快改过来。没有呢，勉励自己，不要犯这个过失。啊，所以善人恶人都是老师啊，啊，才成就我们
真正的道德智慧啊，关键就在好学、善学。花品类太多太多了啊，油开得很美很香啊，也油开得很美啊，它的性很毒，你看跟这个吴大德说的三人行啊没有两样。很香的，很毒的，通通都能治病。啊，看你得的是什么病。有些病的是以毒攻毒。啊，如果用错了，用错了就害人；用对了，通通能救人。你就想这个道理，你要想通了，你面对境界，你会心平气和，你不会浮躁，你不会冲动。啊，这个就是称师称德了。普咒法界而证菩提啊，普咒法界是讲的时间跟空间啊，菩提是大觉，是大智啊，普咒法界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，心量要脱开，才能成就智慧。啊，心量小没有智慧，心量要大了。啊，所以下面说，就比喻花，啊，花。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，所以花有结实之用，就结果的用处啊。啊，行，这是花比喻行，行有感果之能，那你懂这个意思你就晓得我们供佛为什么要供花啊，供花不是给佛看的，佛不要看，是给我们人看的，我们人看到佛前面供的花啊，你就想到花好果一定好，花代表行啊，如果我们的行善，我们的果一定好，他表这个意思啊，供果也是这个意思，你要看到好的果，那你一定有好的花，果你就想到因啊，你看到佛菩萨的形象，这是果啊，他怎么能成佛，他怎么能成菩萨，他修的什么因，六度万恨啊，六度万恨是因化，无上菩提是因果啊，啊，果德的庄严啊，啊，那么这是佛前面这些供的全是教育，这个不是迷信的。啊，真的没有的，我们也附带说一说。啊，燃的香，要供香啊，
啊，香是不是给佛去闻的人？不是，香要烧多了，熏得乌烟瘴气，我们人都受不了。啊，所以香燃一支。啊，它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心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深，现在人都不知道了。你们如果到长城，到大陆去观光，到长城去看看，你就能体会。你看长城每一段距离有个烽火台，那个烽火台就像香炉一样的啊。古时候没有资讯，传递消息靠什么呢？哪个地方有啊敌人来侵犯了，在台上啊燃狼烟啊，狼的粪啊，狼粪燃烧啊，风吹不散啊，不像别的，你这个烟一吹就散了，就没有了，狼烟吹不散啊，很远就能看到啊，这一看到那边有事情了，这边也点起狼烟，就一直到京师让皇帝知道讯息啊。这是传递讯息的，香是传递讯息的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跟佛菩萨传递讯息，取这个意思啊。哎，这个要懂得了啊，所以不必烧很多，烧很多的意思就错了，不是烧多佛就保佑你，不是的。哎，这是表示我们的心跟佛的心啊连在一起啊，所以这个佛这个香呢叫界定真相，叫无分化身相，看到香就想到界定慧啊，界定慧才能跟佛产生联系啊。无分化身相呢是界定慧啊，再加上啊这个这五分里面的是包括了知见啊，佛知佛见呐 啊我们今天讲正知正见啊，这个大家好懂啊。正知正见的反面是邪知邪见，错误的见解啊。那我们今天没正果，烦恼习气没断，换一句话说，起心动念呢都不是正知正见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，解脱解脱之见啊，佛菩萨的教诲啊，那是正知正见呢。啊，是从自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啊，如果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呢，我们就很乐意接受。啊，而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。啊，他说怎么样？我们就跟他说，他说的是我们的心性，他那个心性流露，我们的心性流露出来跟他一样这一点，如果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做不到，就没有觉悟的人设上圈套来引诱我们，我们也跟他走了啊，往往呢，啊，被他所误，铸成大错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没有智慧。诸佛菩萨的时候，他不是设定，他是自行流露，从来没有设定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吗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他都没有吗？从自行流露，那是纯真的、纯善。
纯真、纯善、纯净，这个要懂得了啊！真的明白之后，那对佛菩萨真的是五体投地啊！他是我们信德的代表啊！他教我们的是真实的，你看放下。执着啊，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，就是嘛，一点都不假嘛。啊，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断恶行善，是世间福报。善，感三善道的果报；恶，感三恶道的果报。啊，如果是放下了执着了，那是阿罗汉。他断恶，他修善，他成就功德，他不是，他这个没有善恶果报，他成就功德。功德帮助他再向上提升啊，功德能了生死出轮回啊，福德不行啊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然后你再晓得为什么要放下啊，不放下不行啊。那么放下就是放下生死轮回啊，你看执着是因呢 啊生死轮回的因放下了，果当然就没有了吧啊。分别是四圣法界的因，就是法界嘛，那你要放下了四圣法界因，四圣法界没有了，你就到一真法界去了。啊，那是真正的回归自性，啊，返璞归真。这个话还能假得了吗？啊，但是这桩事情佛教我们。是要我们自己去做，他没法子代替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帮我们放下，他只能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成就的，就靠放下啊。所以佛对我们呢能做到的只能讲到开示啊，佛家讲四个字，开示悟儒啊，他能做到的只有开示，悟入全靠自己，悟是开悟啊！你听他的开示你自己要悟啊，悟了之后啊要入啊，入是你要弃入，就是说悟是明白了，明白之后你要落实啊，你要做到啊，做不到没用处啊，做不到还是别人的啊，自己做到那真的就是自己了啊。比如讲佛家讲慈悲，你有没有悟到？为什么没有呢？你没做到，你要真正悟到了，又真正做到了，你就成佛，你就成菩萨了。
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菩萨的慈悲没有条件，那个慈悲心是真诚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博爱啊，啊，他比博爱啊还要高一层呢。啊，为什么？博爱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了，他是完全放下了啊！所以他的慈悲心是遍法界虚空界，遍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不爱护啊！爱护当然关怀，关怀一定照顾。啊，一定协助，啊，帮助他提升，啊，所以佛对一切众生照顾是平等的。我们今天讲十法界，对十法界众生，啊，绝对没有偏爱，绝对没有私心，没有好恶。啊，那么我们对菩萨、佛菩萨的慈悲，如何去接受？啊，就是你怎么样去体悟，你怎么样去契入，那是每个人的事情。我们通常讲，业障薄的人，悟得深，入得深。业障重的人悟得浅，入得浅，甚至于有悟不能入，还有根本就不悟的啊，把它想歪了很多啊。啊，那么说这是说到我们自己的心门呢，啊，解门跟心门。这个特四表彰，四就是日常生活，穿衣吃饭，啊，待人接物，这都是四啊。啊，菩萨修行从什么地方表现呢？表彰就是现在讲表现呢，就是在这些四项上。啊，在这些事项上显示出他热心帮助一切众生，尤其是苦难众生啊，热心帮助啊，啊，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你绝对没有希望你感激他的念头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希望你将来怎样报答的念头，没有，换言之只有付出，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回报啊！这是佛菩萨啊，这个就是自信的流露。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啊，照顾一个人，那个人怎么想呢？这个人对我这么好，他有什么企图啊？他有什么目的啊？我要怎么样防他了？对，这业障重啊。啊，遇到好人就你还把他想歪了，
他有企图，他有目的。啊，有些人就因为越想啊越害怕，不敢接受了，离他远远的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这种人很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确实，他一生当中没见过，不但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他怎么能相信？佛说疑怀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，所以也把它列入啊严重的烦恼，叫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贪嗔痴慢傲慢，下面就是疑啊，这个疑不是疑别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举的这种例子啊。那么真正修行人态度跟他们真的不一样啊，他是真有企图真有目的来诱惑我的，我对他一点怀疑没有。纵然吃亏上当也不怀疑，只要真正没有怀疑，就不会吃亏上当，最后还感动对方。能把这个恶人变成善人，把坏人变成好人，怎么变成呢？自己真诚心啊，这不就是佛法里常说的吗？自己度了才能度人，自己没有度哪能度人啊？我自己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你怎么能把别人的疑虑断掉？不可能嘛！啊，要把别人的贪嗔痴慢疑断掉，先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断掉，你才能收到效果。这是佛菩萨教我们的，是我们祖古圣先贤啊，这些大德教我们的。这些人都是过来人呐，啊，别人怀疑我可以，我不怀疑人，啊，为什么？我学佛了，我明白了。啊，他不了解不明白，啊，所以他怀疑我是对的，没错。我要怀疑他了，错了。你的佛怎么学的？啊，只有一切不疑惑，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。啊，真相里头确实有善有恶，但是你会进入善恶不二，那境界就提升了。啊，所以要有清净信心呢，《金刚经》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啊，你的你智慧就显现了。啊，那言庄严形成刻骨，切理成真呢。啊，这是言的意思，言是庄严。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，这个言字里头就是有真善美慧啊，真善美慧的果德现前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与发心相应，理就是发心啊，与发心相应呢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
是法性里面性德自然流露，性德没有贪，没有嗔，没有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，对任何人啊，这是性德，性德自然流露啊！啊，要知道啊，迷失自信的时候，就把性德变成烦恼啊，贪嗔痴慢也是烦恼啊。人有这种念头，日子不好过。啊，所以你这一生过的是痛苦的生活，过的啥是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不在外面啊，不是别人影响你，也不是环境影响你啊，与实在讲与外面呢毫不相关啊，真正造成这个事实是谁呢？是你自己，一念觉一念啊，一念觉，你快乐无比啊！啊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美好啊！那我这些年来的时候，哎，自己很快乐，看到人家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也点头，哎，不错，很好。啊，造一些罪业的人很好，那个真的好，不是假的好。啊，能令很多迷惑的众生呢，觉悟了。他怎么不是好事？啊，前天有个同学送一份报纸给我看。那个报纸上讲的这个最近呢，人家发现秦桧的坟墓啊，在南京他的老家地底下发现啊，他的祖宗改姓了，不敢叫姓秦了啊，不敢认这个祖宗啊，因为他做的坏事了，是这一千多年人没有不骂他的啊，他害死岳飞也。啊，我对岳飞很赞叹，我对秦桧不反对，做得也好。啊，好在哪里呢？你看他夫妻那个铜像，跪在岳飞坟前面。啊，每一个到西湖去游览的人。都会到岳王庙去观光，看到那个像，对岳飞此自然仰慕的心、尊重的心生下来。看到秦桧，父亲娘跪在那里，啊，都会想到做坏事情的人是这样下场。啊，所以他两个人都是我们的好老师。岳飞教我们尽忠报国，秦桧夫妻两个教我们决定不要害好人呐、啊，害好人就这个下场啊。也在教啊，一个正面的教，一个反面的教，功德一样啊，怎么不好呢？啊，就像唱戏一样，在舞台上，一个演正面的，一个演反面的。两个演得都很逼真啊，都是最好的演员啊，都一样拿一样的这个奖牌，所以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啊，你会心平气和啊，你不会恨他，不会骂他，表演得很好啊，演反派演得很好啊，教化天下众生。这个就是，
但是真正能看出门道的人不是很多啊，很多的人对岳飞尊敬，对这个痛恨，是吧？这我们看到的。但是头脑清楚的人他领悟到啊，这个就是说善恶不二啊，佛法里面讲入不二法门呐、啊，切离成真呐、啊。啊，那要用什么心来去看呢？无分别心，无执着心，无分别心，你才看到事实真相。我们的李老师啊，交代江一子居士，这以前我没听说，他告诉我的啊，老师要他画一张地狱变相图，画一张极乐世界图啊，给大家看。那极乐世界是全善，你看做善事的到极乐世界，干坏事的到地狱啊。老师曾经交代啊，我遇到的是城隍啊，是灵媒附身啊，城隍附身啊，来要求我这种事情，也是要求我希望画一张极乐世界图，画一张地狱变相图。哎，跟老师讲的不谋而合啊，所以我去找江一子啊。江一子说：“哎呀，从前李老师也是这样说。”我说：“那好了，现在城隍附身呢，也是这样来要求，那你就画吧。”啊，这两幅画就画成了啊，地狱变相图。先印出来，大家看到了。极乐世界图正在画，这我想可能在今年年底会完工。啊，去年画了一年。啊，那么这就一个善一个恶嘛。啊，善恶不二。你能看到不二，智慧就显现啊，就能真得受用啊。善恶都是切离真正性相两亡，能所居绝闲患秉住啊，故名言真啊。性相两亡，清净心现前，能所是对立啊，对立化解了，没有再对立了。诸法实相就现前了，这个闲幻秉住就是诸法实相现前啊。那么见到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这是真正的庄严的。你看庄严谁？庄严自己的自信的啊，自己现前一念心，一念心与性的完全相应，这叫真正庄严啊。所以华严经是什么？华严经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全是自己的性德啊，他把宇宙
森罗万象全都收到了，全是自己心现识变啊，是自己心现的，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变的。离开自心，无有一法可得啊！所以切入华严境界之后，你就晓得整个宇宙是自己，你没有不爱呀，你没有不关怀呀，啊，你真的是无条件的去关怀、照顾、去协助啊，无条件的啊，那就是佛菩萨应化了吗？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来应嘛。啊，我们能不能到这个境界？能。我们虽然是业报来的，啊，可以能把业报转变成愿力，不是不能转的，觉悟就转过来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那我们真正这一生的功夫不是别的，就是转。转业报成愿力，转凡成圣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休息一下。